应该只是断电而已，别怕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几层啊？。我在。我害怕。别怕，这里24小时都有人监控，他们等下就会来了。可是万一他们睡着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他马上就来了。我之前跟程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那你们是不是马上就出去了？我们当时后来就无言看着我，我就在这儿，不要怕，我们聊点别的吧。等一下想去吃什么？我们想吃很烂的东西。不行，对胃不好。那我想吃西红柿鸡蛋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冬天很冷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给我做西红柿鸡蛋面，那个面汤一口一口喝下去，很快就暖和了。好，这个可以满足。你还记得你之前送我的那个 MP3 吗？你就录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是啊，除了你录给我的小说以外，还有你冲我大声嚷嚷的声音，还有你唱的歌。不就是唱跑调了吗？看半天堂的，讨厌。我的歌啊，以前要是多给你唱 demo 的话，倒贴钱估计都没人要。你嘴怎么还是这么欠？你信不信我给你开现场演唱会？好啊。我觉得夫人的歌声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对情感的精确表达，要是都给邻居听到了，估计都得跟我抢演唱会的票，到时候我可能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苏念琴，你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IGE 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